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龄猫猫姐，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。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最近研究调查公司 Wire Social 发布了包含东南亚地区在内的全球数字互联网使用最新调研报告，2019年1月最新版。本期主要介绍东南亚地区越南市场的相关情况，具体如下。数字越南2018年越南总人口多达9696万人，其中城镇人口占 36%， 手机用户多达 1.433 亿，是总人口的 148%， 互联网用户多达6400万人，占总人口的 66%， 活跃社交媒体用户达6200万人，占总人口的 64%， 移动社交媒体用户达5800万人，手机渗透率达 97%， 其中智能手机渗透率达 72%， 互联网平均每日使用时长长达6小时42分钟，社交媒体平均每日使用时长长达2小时32分钟，音乐流媒体平均每日使用时长达1小时11分钟，互联网使用活跃互联网用户达6400万人，活跃移动互联网用户达6240万人。其中移动互联网占总人口的 64%， 移动互联网平均连接速率达 21.56， 较上一年相比增长 6.1%。 SimilarWeb 越南 TOP 10网站， Alexa 越南 TOP 20网站。2018年谷歌越南 TOP 20热搜词， 99% 越南互联网用户观看在线视频，53%用户直播玩游戏，32%用户观看游戏直播，29%观看电竞比赛，41%互联网用户每月使用语音工具，45%用户每月使用网约车服务，38%用户每月使用广告拦截工具，同时30%用户每月使用虚拟私人网络 VPN。 电商行为87%，互联网用户在线搜索商品服务，87%用户浏览在线商店，77%用户进行在线商品服务交易，其中38%通过 PC 端进行交易，62%通过移动端进行交易。2018年越南消费者在时尚类投入共计 5.58 亿美元，电子设备类共计 6.1 亿美元，食品每个户类 3.48 亿美元，家具类 3.99 亿美元，玩具创意类 3.54 亿美元，旅游类 34.91 亿美元，数字音乐类2100万美元，视频游戏类7500万美元。50%互联网用户使用手机银行，39%用户使用手机支付，62%使用手机进行在线商品交易。社交媒体使用，2018年越南活跃社交媒体用户高达6200万人，占总人口的 64%， 活跃移动社交媒体多达5800万人，占总人口的 60%， 社交媒体平均每日使用时长长达2小时32分钟，平均每个互联网用户拥有 10.8 个社交媒体账号，出于工作目的而使用社交媒体的互联网用户占 45%。 TOP 越南活跃社交媒体平台，各个社交平台广告受众数量各年龄段社交媒体平台用户占比，2018年 YouTube 越南 TOP 20热搜词。移动行为，2018年越南移动用户总数达 1.433 亿，是总人口的 148%， 其中 88% 属于预付费用户， 12% 属于后付费用户， 91% 互联网用户使用手机短信功能，95% 使用手机观看在线视频，84% 使用手机玩游戏，50% 使用手机银行，80% 使用手机地图服务。2018年共 27.39 亿手机 APP 获得下载，同时付费 APP 收入共计 1.616 亿美元。2018年越南 TOP 应用 and 游戏，2018年越南 TOP 下载应用 and 游戏，2018年越南 TOP 收入应用 and 游戏。